好，你早上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我是张浩。在本期视频里面呢，来跟大家说说留学生在未来选择城市化的趋势啊，会越来越明显。这个现象啊，不光是中国留学生在选择这个大学和商管院校更加偏向于城市化的地理位置，反过来，美国这些大学的商学院和管理学院，在过去的5年到10年里面，也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很多的大学，它主校区可能是在一个比如大学城的位置，就比如说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主校区并不是在大城市里面，但是它是不是它的项目开到了 Washington DC 华盛顿特区，对吧？你想想 Wharton 有两个，沃顿有两个校区，一个在 Philadelphia 费城，费城可是个大城市啊，费城是美国主要城市啊，虽然很多时候很多留学生可能不太知道这个城市啊， Philadelphia， 我在 Philadelphia 生活了4年半啊。美国是在费城建立的，美国不是在 Washington DC， 不是在华盛顿州建立的，美国是在费城建立的，独立宣言是在费城签署的，费城曾经担任过美国的首都呢。那就是因为费城在它的这个历史性和地理位置， Wharton 世界第一的商学院和管理学院，沃顿学院在费城，那它第二个校区开到哪儿了？ San Francisco， 旧金山。说到 San Francisco， 旁边有一所大学叫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戴维斯分校，戴维斯分校在加州大学系统中以地理位置进行命名，戴维斯在大城市里面不在。那他的商学院，他的 MSBA 的有些项目，他开到哪儿了？开到了 Downtown San Francisco Bay Area， Downtown 的就是洛杉矶的什么洛杉矶，三藩市旧金山的城区的这个湾区的这个项目。你看，你就算就拿我原来毕业本科 Temple University， Temple University 它本身就在北费啊，本身离市中心只有3迈的距离啊，那还不行呢，好家伙呀，那还得往市中心推进3迈的距离，3迈什么概念？5公里，就是为了这5公里，新开了一个校区，叫 Center City， 中心城市校区，为什么？就差这5公里，3迈的距离，可能也就4.5公里。开车就是，当然开车不止10分钟，费城堵，开车可能15分钟，就为这点时间，越来越明显了。康奈尔在哪儿？康奈尔在大学的大农村里面，在 Essex 这个地方，在纽约州的北部的上面的位置。那康奈尔的他有没有项目在 New York City 纽约城市里面？有， Boston University 波士顿大学，好家伙呀，波士顿大学都被挤爆了，看每年多少人申请，卷得不得了。波士顿大学官网上一句话怎么说的？ Boston University， Boston， the word Boston， 波士顿这个名字，这个城市的名字 is in our name， 都写到我们的名字里面来了。说是什么意思？就是这是一个纯正的 city university， 城市的大学。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不是人口学专家，我也不是宏观经济学的专家。美国不是，这不是中国留学生选好，美国人他的居住选择性，这在过去的5到10年里面，尤其这些年也明显有向东西海岸迁移和往大城市聚拢的现象。比如说东海岸的主要城市像 Boston 波士顿， New York City 纽约，对吧？包括西部的像西海岸，什么准确点，西海岸像 LA San Francisco Seattle， 包括中西部的 Chicago 都往大城市是有聚拢性的。为什么？我不知道，I don't know。 但是你看这些商管院校的排名，是不是在大城市里面的大学排名越来越稳？你看纽约大学火不火？火，还用我说纽约大学火？哥伦比亚大学火不火？火呀，好家伙。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 University of Chicago 火不火？有没有名？火呀。 Northwestern 西北大学的 Kellogg 管理学院是不是在芝加哥？火不火？火呀。 UCLA 在大城市里面它的排名都很高，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 Anderson 的管理学院在洛杉矶火不火？所以说啊，这个未来这个留学呀，普遍存在趋势是会往大城市，尤其对商管院校的学生，他主要的还是就像我很多年前，我这张老师还是那句话，不愿意放那个马后炮。真的，我在3年前4年前录视频我就说过，留学呀，如果把它分成10份的话，3分学7分留，学什么真的只占了30%。留学本身这个行为，你开阔的视野，你到另外一个国家居住的环境，你看到的，你眼睛中所看到的世界，你的思维方式，你的语言的逻辑，不管是逻辑还是能力的培养，
对吧？你看的事物的角度、思维方式、开阔的视野，这个才是更重要的。说真的，你学什么？你问我，我都忘了我当年。你让我现在算个三角函数，我就说什么叫三角函数，我都不知道了，早不知道。别说三角函数了，你们拿个三角形过来让我算哪个角多少度，我都不知道，早忘了。但是，成就的是什么？虽然说我没觉得我成就什么，但是至少它培养了我的思维的逻辑、思维的方式、看待问题的角度等等的，我不知道，也许这就是教育。所以三分学，七分留啊。所以拿出来这个事情跟大家说说。所以对于商管院校的学生来说，选择地理位置是一个重要的思考的因素。其实我再多说两点，我本来不想说的。我刚才录那些视频说那个排名很多大学不再排了，这个事情那爱排不排，对吧？对于留学生来说，其实尤其对于中国留学，接下来这个真的是，如果之前那个前半段这个视频其实对于所有学生来说具有广泛意义的话，那接下来这个对中国留学生来说其实是有很值得大家思考的。当年留学那回国那是披着黄金战甲呀，那当年留学生是香饽饽呀，我香饽饽这怎么翻译，这应该是句北京话吧，大家意思就是人才都抢手啊，披着黄金战甲呀，镀金啊。现在留学生，我也在那个招聘网站上有时候看这些留学生，看英国留学回北京的，然后什么这个美国留学回北京的就业，看他们挣多少钱工资，看那个招聘大概的薪资的预计。嗨，你大家可以打开一个招聘网站看看，你把它那个你办个会员，你把它设置成要求那个申请者具有这个海外留学背景的，反正每个网站叫的不一样，你看看要了多少。这是说真的，这没有什么绝对的，没有任何的。其实说真的，有会多那么会从公司角度我能看到的是会多付那么一点点每个月，但是就以北京为例吧，大概会多个1000-2000人民币，3000最多人民币，有的好一点的看哪方面吧，可能会多到4000人民币。相对来说，那北京基本上雇人在这个领域里面基本上都以上万啊，每个月1万、1万1、1万2、1万5这样的。所以多那1-2千其实也就是10%-15%。因为我是站在雇人的角度上，因为我注册那些 APP， 我只能看到我作为公司方我能看到这些人大概的薪资预资标准。所以说你说这些留学生背景什么意思呢？就是留学生会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多那什么更加重要？技能更加重要，开阔的视野。大家都开阔视野了。未来这个现在不用说未来，现在中国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世界老大，你已经开阔了视野了。留学主要是开阔视野，开阔的视野那最后在职场上面竞争的是什么？我觉得对于很多学生来说真的要值得思考的是什么是国际化的人才。就是我们要小心，之前有句讽刺国际生的话叫做淡水养不了海龟。什么叫淡水养？这就是之前有一个知名企业说了，淡水养不了海龟。什么叫淡水养？就是说留学生回到中国以后不太适应国内的这一套或者那一套的，那不是国内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是留学生的，是咱们留学生自己的问题。因为你无法改变一个大的经济环境，我也不操那个心去改变，适者生存。任何试图改变另外一个国家的，不管是经济、社会，任何的文化，都像会被蚂蚁一样被碾死。任何一个企业，你让他试试过来改变中国文化，你让他试试，你看看，你就看看肯德基，他在美国卖的产品和在中国卖的产品一样吗？不一样。所以他做得很成功，他要适应本地化的市场，连跨国的企业都知道适应本地化市场。那作为留学生，本身堂堂正正的就是一个中国人，怎么就出来几年以后就适应不了中国的文化了，中国的职场环境了？那是你自身本身有了问题，自身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拍着胸脯都是堂堂正正龙的子孙。所以说啊，有些事情值得我们思考，对不对？你想想我是不是说了点很贴己的，咱们就说老百姓聊聊天的话。那大家都有经历了，都开过视野了，那回国竞争什么？竞争的是你的技能，你本身真正适合你，你选择一个适合你的大学，一个真正符合你职场发展未来目标的方向的一个专业，你学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技能，你才会在这个领域里面干得开心。一个人这辈子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幸运，因为我要求的并不多，我不喜欢金山银山，这些都没有用的。我喜欢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沉浸于这个教育的
这个行业里面，我每年哪怕就带十个学生，我能不能把十，我看到这十个学生都能进入顶尖的商管院校，能在未来职场里面成为他们自己想成为的人才，我就非常的欣慰。这就是我在这么多年里面努力的一个觉得最有回馈感的一点。那对于国际生来说，对于每一个留学生的人才来说，也同样道理，选择一份自己热爱的事业，看淡一点排名，看淡一点这些所谓的光环，看重一点自心内心的成长，看重一点自己身上本身学到的技能，看重一点自己留学整个的体验感和开阔的视野，让你包括建立你多角度看待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才是最重要的。所谓的大学的光环和排名，无非就是多年以后在你墙背后的一张纸而已。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是那个有趣的灵魂。这不是鸡汤，这是真的掏心窝的跟大家说了点看到了很多国际生在成长过程中一些思考的问题。好吧，以上呢就本期视频，我每周有五个档的免费的咨询时间，大家想联系到我呢可以给我发邮件，我的 firstin.lastmanhennessy.com， 通过微信联系到 PCMCHS PCMC Eric 以及 PCMC GNG。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Millions of Chinese students learn at business schools across the US.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m?Is it about learning and experiencing life? Or is it about personal growth and reaching career goals? Either way, there are both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t Hennessy Consulting Group, we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isks and pos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we employ scientific methods to unleash their potential.We work with students who are confident enough to see challenges as opportunities, who spend their time learning how to build their careers for a brighter tomorrow, who share tears and smiles, worries and desire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rities. At Hennessy, we support global talent's active success,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rise.